这样啊，我就睡这边啊，我老公就睡那边。可是晚上哦，但是哎，那个车子，变，好像在地震。它快两公斤，全部滑。如果你这样重新来的话哦，你没有收入，五年呐、啊，不要讲五年，大概最基本就三年没有收入。每人限哪一件棉被啊？这个哪一份啊？还有什么的可以各自挑？这样，村民很多屋顶都掀掉了，所以一些棉被啦、家当都湿掉了。哎啊，这个所以这个棉被是很需要的。现在每个都很缺，水电的也很缺，然后李文聪的也很缺，铁工的也很缺，每个都很缺啦。你自己去试去看，有些扛棒都还没有做好的、啊。